主要是俩薄荷花肠吧。薄荷老些，我说不能光薄，光薄剩汤。一会儿叫明给我打电话，人家说就要跟你商量个事，人家说人家白天忙，光里你走一天活睡也有早，人家下班晚，人家说就要跟你商量商量。给我商量啥？人家说人家现在干地儿那个开地儿那个老板不是，人家又开了一个那个新地儿，又开了一个分地儿，然后人家现在这个地儿就是老地儿，人家不想干了。然后张明就想，张明是跟人家那个同事商量，人家说人家俩人把他接下来，俩人干，自己开店干，自己当老板。自己开店干不是你给我打工钱，自己开店，人家俩不干了。对对对，我那俩有这想法不来那。对，人家现在是，人家那个老板是去新店里边了，不想在这个旧店了。然后江明就说他跟他同事不是，他跟他同事不是在一块儿好多年了，然后就人家俩商量说，人家俩把他接下来，人家俩干。然后人家说就要跟你商量商量，你就在家里比较有主见吧，我有啥主见？比较长远。哎呦，我叫你商量商量。我也那个啥，我老了，给你年轻一点那个啥吧。这想法可不来，自己干完自己想法干，就是光给人家打工不联系。我先拿句说字说，好汉不争有数的事儿。是呗，自己干吧，自己干总比给人家打工强，是呗。先试试呗，挣钱不挣钱，有个想法都是，都可不赖。再一个，你自己干了，你再不能说一下那啥，就说不挣钱呗，先学经验呗。对，我说也是，我说要不你都先试试，挣钱不挣钱，就咱积累经验里，是呗。哦，就是。你给人家这打工，你啥时候是个头哎？就是，光给人家打一个月工不联系，还是自己想法干不着劲儿。是呗，这老我也是我呀。伢说不能干起来，干不起来的。这不能干，北京那地方也大，吃也多，咱那干吧。给俺家秘书对伢有个没啥老家，你这不干了，伢给人家那个伙计伙整吧。俩人那一样，也他还是没底气，俩人老还对我本还有点底气。就是，那煎饼干吧，给伢。这还不能啥，我那个俺妈给我这两天。就好几天块钱的，就拿的，给你拿的。人家不用，人家不用自己。人家说人家那房租还没有到期的，人家那老板说先给人家盖掉。人家那房租还没到期的，然后到年底没的，好像是才到期的。是吗？反正现在是不用拿钱。需要花钱了，俺拿给拿两万块钱，俺这不是俺这两天俺又卖俩猪。不用。卖俩老牌猪，卖解放碑猪。那个大佬的事儿弄那个咋的？那现在这时候他才不用呢，他啥时候用了啥时候用了啥时候给你打电话。给奶奶那个让给奶奶拿养老钱我才给他放去，再不摘了把给奶奶养老钱支出来两句话。哎呀，有。就是这干劲儿的，没了我给你弟弟，这弟弟叫你干劲儿。可不用，人家说现在目前是不用拿钱，人家房租不是还没到期啊？房租到期了，他才交房租的。交房租，他说到应该都到年底了。到年底他那生意好了吧，他也都能交起房租来，就是白忙活呗，挣着钱给我交房租，是呗。你说等于干吧，你只要是正经事了，这那个啥了，干正经劲儿了，这没天地气的让你干。你说他在这开个店也开不起来，开不联系，在这叫闲着啊，叫闲着啊，又没个好吃，又多少，是呗，可不联系，还是发展还是在大城市发展。后来人家说开的，我说那要不人家说你回去跟咱妈商量商量，现在就要先跟你商量商量，不用跟我商量，摘了。大力支持是。俺今天还说养拿俩养老钱儿。啊，没这样，没这给你拿钱。就是嘛，是再不摘了，我给你领了，这不够了，我给你垫点。有，可不用，那开一个那个小门店可不用。人家回来，人家现在不用交钱儿的，没到期的。哦，那这不是不用，咱又能了这些年营。哦，年营。那这，那这。你那说话底气有底气呗，年营。啊。年营，我把你那提出来递了啊，是不是？对的。我不怕一点啊。就是。哎，慢慢干吧。只要你好好干。干正经劲儿的，不管挣钱不挣钱，咱这心里没有差钱儿。挣钱挣了钱，挣不了钱都支持你。
先试试吧，刚开字儿不得。嗯。啥呀？你这地儿大。那领啥了？那还得招工人呢。人说先不招工人呢，也不知道摘不摘，光他俩人，人家说先家俩人先干吧，俩人不是都能修成，还不过还实慌点，车多了还实慌点，车少了还轻巧点。人家说到年底看看，看看真是正气了，能养起工人了，哎，明年了又合适了，再招一个工人。要是养不起了，俩人都干。俩人都会。对，俩人都会。哎，俩人技术都不赖。俩人都干挺好。嗯，人家不知道能不能养起工人来，说先不招工人了，先俩人先慢慢干。哦，要不我自己还试一下。又这是又当老板又当又小工月工。拾荒了，车多了不过拾荒点，车少了还轻巧点。哦，那怎么能？我讲么应该是在这批上班，给人家打工来吧。嗯，那是这，不过他在那干好多年了，不是？嗯。伢就是手艺好，哦，是呗，是。伢手艺好，买卖多呢。嗯。也叫咱修车，咱工人去找修车手艺好，是呗？咱不愿找二八刀去修了。嗯。家里伢说俩人先干了吧，到年底看看，除了交房租，能挣了都是。就是。雇一个工人，挣不着了都不雇了。